好，那我们就出发了，简单抽个2+1吧，300抽2+1，可以吧？阿蛋今天下午一个200，一个290。我觉得今天的我不像阿蛋。我跟你们讲，这次我要用什么样的战术？我已经知道我这个游戏怎么样会惨了。你们知道什么吗？就是我每次都先抽角色，再抽关卡，但这个时候通常都是有很悲剧的下场。所以我觉得这次反过来，我们先抽关卡，再抽角色。反正我都是要2+1的嘛，我子弹也够多，我不怕啦。永远不会忘记上次我抽花火，满命很快，但我的关卡5张竟然花了550。所以不如我们这边来反着抽，看会长怎样好了。哎，紧张哦，各位，哈哈，哎呦哎，果然有时候就是要反着做。我就问你们，这个游戏的关卡可能会歪吗？大家不要紧张，至少提早出，很乖啊。哎，为什么我？我真的觉得我关追几率怪怪的。我上次花火5张里面歪了4张啊，这里怎么又歪了？看我的几率是不是程式码错误啊？偷歪几率75%，还是提早出一下，大家开开心心的。会中哦，这就是我要的。这张就已逆中了，好啦，80抽，先来一张，有了，行云流逝的案，最后一张，来220，3只黄泉，只要我小宝一个都不歪，我得跟你们说，我目前我的账号运气最好，你们知道谁吗？卡夫卡，我卡夫卡2+1，我记得200多抽而已，我觉得黄泉跟卡夫卡都是一样，都是大姐姐。哎，不对，那不是我抽的。哎，我卡不卡给谁抽的、啊？好像是阿蛋哎。哎，对，不是我。哎，那我岂不是自己抽自己都是个笑话？那我这样忽然想了一下，我玩铁，我抽铁刀是没欧过、啊，干。我浮泉好像也破千了，浮泉、希尔、花火都破千了。原来是我兄弟跟他交换抽啊。好，不要紧张，只求别歪。大家不要紧张，我刚刚已经在关追消了业障。我刚刚关追那里。25%大于75%，已经把我的业障都给消除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这里不会再歪了。Yes， 果然需要在隔壁关追池稍微消个业障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我在隔壁一消业障，这里马上精准命中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碎碎碎碎碎。老哥，我也是虚无，可是是特，特梦。哎呀，不能歪哎，不要紧张啦，讲的好像我会歪一样。哎，完了哎，其实好像都没有提早出，还是蛮危险。刚刚谁说冰晶天台的？好啊，又什么了啦？聊人室又有未来人了是不是？为什么每次我抽卡聊人室都有未来人啊？我还找不到 ID， 来不及六百他了。哎，我今天是不是全抽到了？我记得我下午的时候还说，哎，剩冰晶天台没出，哎，怎么轮到我的时候就出了？蓝蓝班是不是结束了？感觉剩60要2只，比登天还难呢、欸。感觉只有双蛋王能拯救我。我觉得双蛋王还不能歪、啊。好像要结束了，拜托，再给我个梦想吧！十抽双蛋黄来了，夏天结束了，好啊，好像今天没有一个人活下来，还是我这里双蛋黄气死狼了吧？如果我这里双蛋黄2只黄泉，真的气死狼了，还有点难。好，我们还能再一只吗？
再决定。角色好像都没有变。请问正常二加一期望值多少？我记得二加一期望值300多嘛，好320哦。好啊，没有，几乎没有低于期望值过啊。我怎么自己的记忆里面都超过400？不对，哇，三百八没出啊，干，390。390怎么说？各位，最后一发，拜托，秀 ，OK。主播，你仔细看一下，这个黄泉怎么戴眼镜呢？我的铁道是不是很怪啊？我真的觉得我这个账号有问题耶、欸！为什么每次都会被搞？为什么啊？怎么又这样子啊？390嘞，我快没宝石啦！我以为随便抽都有390了，这盏470啊！你也很贵、欸，你上次卡夫卡那么 O 好了啦！干，至少你卡夫卡是 O 啦，我到现在好像只有卡夫卡。看，也只有咪咪蛋救我一次哎、欸！刚我给咪咪蛋抽好了，我不要再抽好了。你350还没二加一，老哥我440啦，陪我啊，老哥，460啊，别，好啦，没事啦，比人家贵一点点啦，好不好？比人家贵一点啦，好啦，比人家贵一点啦。哇，贵一点了，贵一点了，贵一点了。老哥，这时间点抽很奇怪啊，连续两个大保底了，真的很怪，很怪。我也是啊。重点是刚刚看到虚无，我本来开开心心的，结果转过来瓦尔特。好。哎，460抽二加一。啊，怎么多120？哦，你刚还没出完啊？啊，有了有了，这里拿到了。啊，怎么现在才跳？摸出。就甘心哎、欸，没有，这刚刚的啦，高维，这是刚刚的啦，只是刚刚还没跳出来而已。啊，怎么你钱进来了？啊，我怎么感觉没变多？